海峡两岸开张朱姓后裔，奉祀开张圣王公庙，开张圣王信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营销圈开张总持陈延光故居夜莺宫管委会主任陈家川，是开张圣王第42代一孙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厦门开张圣王文化馆，这是夜莺宫与厦门大学平南研究院合作创办的开张圣王文化中心，欢迎大家呢莅临参观指导。开张圣王两岸尊为闽台圣宗，开张共主是两岸共同的先祖神，现在小山东已经护航了，热烈欢迎大家常回主力营销主庙夜莺宫沈清祭祖拜谒开张圣王。值此新春佳节之际，恭祝大家新春快乐，祈求开张圣王赐福保佑我们阖家健康平安顺遂，保佑两岸和平，期待大家的到来，新春快乐。